具有历史性的一刻，两方签订了和平契约，象征对等和平、责任共担、成效共享。台新金控与星光金控有着相近的企业 DNA， 也有薪火相传的历史渊源。相信合并对于两家的员工、股东还有客户都是最好的选择。若能找到背景文化类似、业务互补性大、对员工、客户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是好的，也能增强筹资的实力。两家公司的股东合并后都成为一家人，将能永续共享未来经营的成效。